chumdun dingun bo jia hura ya la jian za lo gong go lu du dum ni dun dun nyar da nan da ra sa ri chi ni dong gan ji ji ni ji da kra lo zona ma ri ngun mun dong dung ra ji za ra ve ro zo gan la wa ji da ji ya la du ji ya da lu dra ji zo nyu mo nyu lo le ji zo do dun do cha ma ri ma zi ri dung ra mi go chi ni jom za ra du Dudni da jang sa jim dar zong yun dan ni zong jia jie de wu ge jia tang jia tang jia ni jia jie dong lum jia wu rang yang lan da da jia dina ji jin jia rong wu zi da lu da mu man ba rang sa ni kwa tang ban ji wu zong lu do ba lu ju wu bi na wa jie de su ru nyang ji jin bu zu dina ni mi jang zong li ma rong jin bu Pakradang om zandu jamu do tomba de je jan la chang zar lo Da jia fa pu ti xin wei le du hua yi qie zhong sheng fa shi cheng fu wei le de dao fu de guo wei wen zi xiu xin 这样子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继续将荣生般智大德这个著作这个著作里面呢，就讲一切现象也就是说万事万物就是佛的贪嗔。用推理的方式去这个证实万事万佛万事万物就是佛的这个贪嗔那推理的方式前面讲了已经讲过了然后呢接着就是讲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那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六道众生同时看一个物质的时候一个物体有不同的现象一个时间也有不同的现象一个宇宙也有不同的现象那是因为众生的这个业力不一样所以他们看到的现象也是不一样那这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时间不一样的这个现象它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现象这里讲的是这个问题它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呢这个上次我们提到过了定界宝顿论的第六品里面就是讲这个问题共通现象是有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共通的现象那这个共通现象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可以成立这个共通的现象呢第一个上次讲过了六道众生的这个共通的现象只能在相对只能在相对可以成立这个共通的现象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人来说这个共通的现象是什么呢比如说一条河对人来说这个共通的现象是水水就是共通的现象地狱的众生还有这个恶鬼岛的众生还有天界的众生他为什么不没有看到这个水呢那个时候应该说实际上这个客观上这个液体就是水但是呢
众其他众生啊，就是因为他们的业力的轻重，这个现象也就是随着这个业力的轻重而有变化。那变了，有些众生啊，就看到把它看成为这个脓血啊，有些众生呢，把它看成为这个甘露，但是实际上这个是水啊，要这样子讲，但是这个是啊，这个相对人而说的，如果我们换一个，比如说啊，这个天人啊，天界的众生的话，那个时候呢，怎么说呢？啊，那个时候说这个共同的现象啊是甘露，那其他的众生为什么看不到甘露呢？这个时候应该说，因为他们的啊业障比较深重，所以他们看不到啊这个物质的这个本体，实际上这个是甘露啊，要这样子讲。依次类推的话，那所有的其他众生的这些现象啊，也是这样子。那八地菩萨的时候，八地的时候呢，怎么说呢？那个时候要说啊，实际上啊，这个万事万物的本体就是像八地菩萨啊，他们看到的这样子佛的贪嗔。那个时候也一样的问同样的问题。那其他的众生为什么看不到这个佛的这个贪嗔呢？因为其他众生啊，就是有这个比较深重的这个业障，所以他们看不见这个佛的贪嗔，但是呢，实际上啊是佛的贪嗔，要这样子讲啊。然后再往上的时候，就是佛的境界了。最重就是佛的境界，那个时候要说，实际上就是万事万物的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本体是现在佛所看到的这种现象，才是终极的这个真理，就是最后最后的这个真理，它是永远都不会有变化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所有物质的这个所有物质的这个本体，那这个物质的本体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光明空性，那它是物质的本性的话，为什么众生看不见呢？那就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就是因为众生有这个罪业，主要就是业障，主要是有业障所以众生看不见这个物质的本体。实际上物质的本体就是佛的境界当中所看见的这个光明，最后就是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物质的本体，这个叫做佛的贪嗔，真正的佛的坦诚，也就是这个佛的清净的现象。佛这个清净的现象呢，就是这个叫做如来藏。那这是如来藏，这个这是最终的共同现象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共同现象有两种共同现象，冠带的或者是相对的相对的共同现象和绝对的共同现象，相对的共同现象就是只有冠带才能够成立，相就是因为人对人来说水就是共同现象，对地狱的众生来说这个铁之铜之才是这个共同的现象，对这个天界的众生来说甘露就是共同的现象这个就是在不观察的情况下冠带可以成立的，然后这个是临时性的，就是这个相对的这个共同现象，那最后的这个终极的，也就是永远不会有变化的真正的这个共同的现象是什么呢？这个就是
佛的这个真正的佛的境界。那佛的境界是什么？佛的境界就是如来藏光明啊，啊，这个就是佛的境界。这个叫做终极的共同现象。那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共同现象呢？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啊，这就是说啊，本来这个世界啊，这个物质啊，它就只有一个本体，它是不会有很多种本体，本质是只有一个本质。但是呢，现象就不仅是一个啊，现象就是因为随着这个众生的业力，有各种各样的现象。但是它的本体呢，啊，就是只有一个本体，那只有一个本体，那第一个只有一个本体，那这个本体是什么？这个本体就临时或者是相对来说啊，就刚才我刚刚讲过的，这个对人来说，这个本体就是水啊，对天人来说，这个本体就是甘露，就是这样子说。但是这个是不成立的，那这是临时才可以成立啊，临时就是一个暂时性的一种这个观点。它是不是这个不是绝对的，这是这个相对的。绝对的真理就是这个是这个佛的贪嗔。这个上次我们讲的这个这个宝行论里面讲的就是我们的凡我们的五蕴就是包括肉体依靠什么，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烦恼有了贪嗔痴就去造业，造了业以后就是就是现就这样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肉包括肉体这个无蕴就是来自于依靠也可以说是依靠依靠烦恼。烦恼来自于什么，或者是说烦恼它依靠什么呢？烦恼就是依靠这个不正常的这些观点我执等等的这些观点。然后这些观点依靠什么？这些观点依靠心，心就是我们的意识依靠我们的心。心它依靠什么呢？心我们的心意识意识它依靠什么？依靠这个这个心的本心身体本心是什么？就是光明如来藏。光明如来藏依靠什么呢？光明如来藏不依靠什么。光明如来藏是没有任何这个有无等等的辩迹远离一切辩迹，远离一切戏论。所以他是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什么。这个是我们的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是这个贤宗的这个宝行论，还有宝行论的这个根依据，是有很多这个第三专法论当中的经典里面都是这样子讲的这就是说密宗里面就讲这个佛的贪烦恼即是智慧烦恼永远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智慧烦恼永远都是佛的智慧这个意思就是说就在讲这个问题了实际上就是这个贤密两个完全是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这样子共同的观点呢就是因为要这样子这个首先就是要承认一个共通的观点，这个共通的共通的现象，共通现象为什么要有共通现象呢？如果没有一个共通现象的话那就是就这个实际上就本质上就是有这么多的世界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不清净的世界，它的本质也就是不清净的佛看到的世界是清净的世界，它的本质也就是清净的这个世界。这个清净的世界跟不清净的世界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两个独立的这样子的世界
啊，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啊，不能说明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是清净的世界啊，不能说明，因为这两个是没有关系的。佛看到的世界是清净的，我们看到的是不清净的，但是这两个是两个世界啊，这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这样子的话就啊，不能说明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清净的，不能说明，所以就是要啊，要首先要去啊，这个去这个讲共同的现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共同现象啊。那这个是不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自己去主观的建立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观点，是不是？它不是，它实际上就是客观上就是这样子，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它只有一个世界，不会一个世界有不同的两种现象，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一张白纸啊，正常的人看成是白色的啊，有病的有淡病的人看成是黄色，但实际上没有啊，实际上就是不存在一张白纸和一张黄色的纸啊，实际上只有一张纸，但是呢因为那个他们的一些不同的因素啊，看到的就是两种现象，实际上就是一个物体，一张纸。同样的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就有很多不同的现象，那这些现象当中呢，有些现象它是不正确的，有些现象是准确的，那就是佛的现象，因为它清净了罪业，所以它是准确的。好，这样子，这个是讲这个共同的现象啊，共同现象。有人说，这个佛的贪嗔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世界有好几种不同的这种现象啊，那这个是不是？比如说我们把一个物体啊观想为，很强迫的观想为一个另外一个物体的话啊，因为幻觉会现象，这个幻觉啊，就是出现幻觉，有可能把这个物体就是能看见，眼睛能够看见，这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幻觉呢，它就是幻觉，它就是原理啊无知的这个。本质它是不符合实际，所以它叫这个叫做幻觉。那我们的修心会不会是这样子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是不会得到解脱的啊。幻觉啊，就是无明的产物啊，无明的产物永远不能让我们得解脱啊，这个是肯定的。只要有正知正见，有智慧才能够。才能够把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解放出来啊，幻觉无明是不可能了，所以就是要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要讲啊，这个要这个去思维这个共同的现象，这个非常重要的。最后啊，共同现象是什么呢？共同现象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心的本性证悟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就知道了，这个时候也知道了原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我们的心的一种这个反射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这是一种心里面就是反射出来的一种现象，所以心有变化，这个世界就有变化。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就是以我们的意识来决定。谁来决定这个世界的这个这个世界的这个这种现象呢？不是上帝来决定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也不是无因无缘，这个世界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持续规律，它自己想变什么样子就变什么样子，是不是？也不是，那就是谁来决定呢？就是要我们的心来决定，决定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有充分的说明，就。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普通的人，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然后通过修行，通过修行，如果修行的进步比较快的话，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世界就是跟着随着我们的内心的这个变化而变化，这个是很清楚的，这是很有这个说服力的。但是我们不修心的话，这个是感觉不到，理论上是可以知道，但是这个体会不到，这是一个叫做共通的现象。首先要建立共通现象，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共通现象的话，六道众生，就有六个世界，六个世界都相互之间都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办法把它们统一起来，没有办法统一起来。那六个世界都是独立的世界的话，这个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说谁的对谁的不对，这是没有办法。如果一个物体有不同的六种现象的话，那一个物体实际上不可能有六个本质，它本质一定是一个本质，这个是。 这样子，所以首先我们要弄清楚这个共同的现象这个麦婆仁波切在《顶解宝顿论》里面为什么那么强调那就是主要就是要讲这个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这个尼玛巴的这个很多的虚部还有论点。 里面讲的是非常清楚的，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藏传佛教的这个密宗里面，没有一个教派说这个一切现象是不是佛的坛城，没有一个教派这样子认为，大家都认为这个万事万物都是佛的现象，这个《内密》里面这个讲的很清楚的。都是这样子认为，但是呢，尼玛巴的这些论点呢，它是非常深奥的，所以就我们的大藏经里面呢，藏文的大藏经里面呢，就是尼玛巴的这个有24部这个虚部，其中就只有两三部，就是列入这个大藏经当中，象征性的列入大藏经当中，其他的就是。 放在这个单独的，它就没有在这个大藏经，那个是为什么？因为它这个里面讲的，跟这个大藏经的这个虚部里面，大藏经的这个虚部里面讲的，很多地方，是不一样，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很甚，本质上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呢，这种表达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 为了这个完整保存这些这个观点，或者是这个跟其他的这些一般的这个密法是就不一样，为了这个原因，它是单独这个就列出一个叫做尼玛巴的虚部，这样子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尼玛巴的论点呢。 尼玛巴的经典呢，这个里面讲的很清楚，这个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显宗里面也讲了的，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了，这显宗里面也讲过了，普通的密宗里面也讲了，但是呢，尼玛巴这个论点里面呢，它的讲的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有些人认为。 虽然是六道众生都有这个不同的现象，然后呢，这些现象是不是不存在什么客观的这个现象，就是全都是
全都是自己的心，那因为我们自己的心的现象啊，所以就是比如说像观想佛的话啊，可以现现为佛啊，但是呢实际上不存在佛啊。我们有业障的时候呢，看见这个世界是不清净的，但是实际上也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不清净，就是一种完全是一种这个像唯识宗里面讲的那样子心的现象，是不是这样子呢？也不是实际上也有一个现象这个实际上的现象是什么东西呢？最终是如来藏的现象，最终就是如来藏的现象。在这个之前呢，那个像唯识里面讲的那样子，就是只有心没有这个无知，也有这样子说法像其他的这个论点当中讲的一样，也有无知，也有今生这两个都存在，也有这样子想法说法这个很多，但是最终。这个是这个，实际上也要这个存在共同的现象，实际上就是这种共同的现象呢，它实际上这个是在外就除了我们的心以外也是存在的。这个《定界宝顿论》当中也讲了，它不纯粹是属于我们的今生，但是可以说它是一个今生的产物，它现在不属于今生，但是呢，它是如果没有今生它也不会存在的，可以这么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佛一切现象都是佛的贪嗔那佛的贪嗔是什么呢？佛是什么？佛就是这个一个就是这个一切法的本体就是佛这个是空性，指的是空性。另外一个呢，佛是什么呢？佛是智慧智慧就是如来藏的光明。那佛就是如来藏的光明和这个是如来藏的这个智慧那这个佛是如来藏的这个光明和智慧的话，我们的这个八识或者是六识我们的意识怎么能感觉得到这个佛的这个存在呢？我们的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呐，看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感觉到的东西怎么可能是佛呢？因为佛是如来藏因为佛就是空性呢，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它永远都接触不到这些现象，所以怎么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怎么可能是佛呢？他是有这样子的疑问。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佛有两种，佛就是有两种，所谓的佛要就是分两种，分两种怎么样去这个分呢？就是说有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照镜子的时候，人的这个影或者是人的这个形象在镜子里面呢就有出现了。出现的时候呢，这个人的这种形象就是有两个部分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这个镜子的一种不同的形式也就是一部分是属于它的属于镜子另外一部分呢，如果没有人的面孔，它这个里面不会出现这样子的这个形象，所以这个也一部分也就是属于人属于人，也就是属于镜子，这两方面都是属于的同样的我们就讲这个佛的时候佛的贪嗔就有两种实际上这个客观上这个真正存在的这个佛的贪嗔和在我们心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佛的这个贪嗔，就是有两种佛的这个贪嗔两种佛的贪嗔是什么样子？真正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佛的贪嗔，比如说我们中阴身的时候人死了以后呢，这些佛的贪嗔，这个愤怒这个寂静的这些本尊那个时候会显现出来的，这个不是我们观想的，它是自然而然它就是显现出来的，它是因为它客观存在的，它是客观存在的这个
所以它就是在我们不观想的时候，它也会出现的。这个是一个佛啊，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佛。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观想啊，观想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也就会显现啊，这个佛的坦诚。这个佛的坦诚是我们心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心，属于我们的心。但是呢，这个跟我们的平时的这个心是不一样。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些，这个时节啊，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这个时节，也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心的一部分啊，心的一部分。但是呢，跟这个不一样，现在是一个清净的佛的贪嗔啊，就是这两个。那这两个都是啊，这就是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修心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修心的时候有这个问题。那什么问题呢？如来藏光明啊，如来藏光明，是永远都是存在的啊。这个跟发菩提心跟不发菩提心没有关系啊，这个跟灌顶不灌顶、修心不修心啊，没有关系。这个是对这个是任何人啊，任何生命的这个心中啊，都是存在的，它是存在的东西，它不依靠啊修心不修心、灌顶不灌顶啊，它永远都是存在的啊。这是它是存在的这个佛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修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开悟的时候、证悟的时候啊，证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成佛了？不是成佛了啊，还不是成佛，还不是第一地。这个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了，不是第一地，那是什么呢？就是大乘的这个加心道啊，这个人还是凡夫人，这个时候还是在这个凡夫的阶段，人还是凡夫的阶段。那凡夫怎么能够这个证悟空心呢？证悟光明呢？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变成了这个光明空心的这种心事，就是变成这样子的心事啊。但是它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就是还是一体啊，还是意识啊，还是这个有漏的心啊，凡夫的心。但是它的一个不同的形式啊，原来我们的心就是心里面想的是贪嗔痴呀，或者是这个眼耳鼻舌身看到的不清净的现象，现在就不是了啊。现在他感觉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心的本心光明，但是他本质还是心跟智慧当中的心啊，属于心，属于这个精神，还是无常，它也是无常的啊，又是有漏的无常的，那有漏的无常的无常的心怎么能够证悟啊常永恒的这个光明呢？有漏的心怎么能够证悟无漏的这个光明如来藏呢？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呢，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真正的这个证悟，真正的证悟异地的时候，到了异地的时候才是证悟。这个时候呢，虽然这个叫证悟啊，叫证悟，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感受而已啊。这个感受，我们的感受跟这个如来藏是非常接近的，非常接近的。所以这个证悟啊，还不是真正的证悟。还不是真正的证悟，就是从异地的时候开始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讲的，就我们的心，我们认为就证悟了啊。证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意识啊，就是变成如来藏光明的啊，这个心，就他的心识就是变成了这种比较接近的啊。这个就是
这个光明呢，实际上还不是光明，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但是呢，如来藏光明的这个形象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显现出来了。就是像月亮啊，从这个就空中的月亮啊，就月影在这个河里面啊湖里面一样，经常这个佛经里面经常就是用这个来这个形容这个凡夫人的这个真物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分两种如来藏，一个就是真正的存在的如来藏，真实的如来藏啊，另外一个呢还不是真实的如来藏，但是呢我们的意识当中啊就是显现了一个如来藏的形象啊，这个形象也就是表面上也可以暂时可以说也是一个如来藏，我可以说我感觉到了如来藏，我就是证悟了如来藏，也可以这样子说啊。这个时候也可以分两个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它完全停止了以后啊，才能够感觉得到真正的这个佛的坦诚。只要它存在的时候是感觉不到这个真正的如来藏啊。但是呢就他也可以感觉得到一个如来藏的这种这个形象影像，他可以感觉得到这个叫做真悟。这个就是就可以这样子分两种啊，一个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显现出来的那种如来藏光明空心的这个形象影像另外一个就是真实的这个如来藏这两个都可以叫做如来藏，这两个都可以叫做这个佛的坦诚。所以我们的意识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也可以感觉得到这个佛的坦诚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在最后修行的时候是很重要的这一部分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简单的就讲一下这个道理就可以了然后呢下面说所有的现象清净的现象不清净的现象都是以习气阿赖耶识上面的习气导致的以习气引发出来的因为有了这个习气以后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比如说闻思修心的习气，生起此地的习气可以看见有头有手的，有颜色有形状的佛的坦诚然后这个执着对境的执着对境有境和境的这个执着就这个显现出这样子的实际然后呢还有这个我执的习气我执的习气就能够就这个自他等等的这个现象然后愚愿的习气就是愚愿的习气就这个显现出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执着，比如说男女老少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执着总而言之，所有的这个现象只要就是有形状有颜色的现象的话，一切都是这个习气因为有习气有习气产生的，一切都是有习气产生的总有一天就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习气全部断除了，也就是说十地之后在十地之前都是有习气的，这个习气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轻重是不同的但是呢还是有习气的，完全没有习气心里面的所有的习气都是这个放下断除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成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成佛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所有的习气都断除了，所以
就是有吸气产生的所有的现象，所有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完全停止了，就是这个时候就不存在了，不存在佛的坦诚。比如说我们这个平时讲的这个密集法里面讲的这个本尊，像本尊的这个现象啊，就寂静的、愤怒的还有这个佛的这个清净的现象啊，这一切都这个时候不存在了成佛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存在了，那不清净的，我们现在看到六道众生所看到的这些现象就更不存在了为什么不存在呢？这些都是因为这些都是习气由习气产生的，习气它本质上它根本上就不存在的时候呢没有理由存在这些现象，这些现象这个时候呢它是没有它的这个因素了，它就这个时候就实地以后呢这些现象都会消失的，一切都清净和不清净的这些都是会消失的。最后生下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光明，如来藏光明，佛自己的境界当中就有这个猜测，真正的佛的境界，佛自己的境界就是这样子这个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现在就不太好好描述，我们也想不出来。但是如果你证悟了的话证悟的话就是你大做证悟的时候境界就是进入这个证悟的状态那就是这个片刻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证悟的时候就不可能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停留很长时间了如果你人永远都是在这个状态，就永远都没有什么出定入定的这个分别，永远都是就能够保持这种状态的话是什么样子那就是佛大概就是这样子，佛的境界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佛度化众生转法轮这些实业是怎么样完成的呢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呢做任何一件事情首先要靠思考很多问题然后就这个问题这个事情该不该做怎么样去做制定很多方案要想很多问题那佛已经没有这样子的念头了，那他是怎么完成的呢怎么完成呢这就是说佛那个时候虽然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分别念这个众生应该去度这个众生还没有成熟，还不应该去度等等没有这样子的念头没有这样子的念头，但是呢因为佛就是那么长时间当中修行了，积累了这个很大的这个资量发了很大的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只要有这个有缘的众生的时候只要有有缘的众生，佛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实业是这个人云自称自然而然他会称的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是什么力量有什么样的力量让佛的这个实业都是这样子这个人云自称呢那就是佛在修道的时候在学道的时候，就是长时间三个这个无数个大劫当中积累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资量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资量的这个力量因为这个资量的这个力量，佛那个时候虽然是没有这样子的分别念，但是呢佛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实业都是自然而然都会成的这个就是这个原因这些都是比较不可思议的东西这些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就是如果能够真正能够成不说成佛，如果真正能够这个
正悟的话啊，虽然是就是凡夫，但是在凡夫的这个阶段的正悟啊，如果有这种正悟的话，我们能体会得到，能理解得到啊。佛没有念头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啊，佛没有这个佛的这个境界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种现象，一切都这个消失了。但是呢，啊，佛能够这个度化众生，嗯，啊，佛虽然是啊证悟了，在他的境界当中没有啊这些现象都消失了，嗯，但是呢，也不是一切都结束了，也不是一切都间断了，这个是不一样哦。这些都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啊能够理解得到。能够体会得到啊，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啊，大概就是佛的这个境界也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我证悟的话啊，我现在就是证悟了以后，我进入这种状态以后，我想啊，因为我现在啊，就是虽然证悟了，但是呢，在这个证悟的境界当中不能停留很长时间啊，就是一分钟两分钟，嗯，但是如果我这种境界啊，就长时间的就可以能够这个持续下去，然后这些外来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引起啊这些因素啊都不能影响到我这个境界的话啊，那就是佛的境界也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可以理解，嗯，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呢啊，在理论上嗯。没有一个人啊能够推翻这些说法啊，这个是永远不可能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啊这个理论来推翻这个东西，这个是不存在的。我们也从理论上啊能够了解，嗯啊，但是呢体会不到啊真正的佛的境界是什么样子，佛没有这个思维也能够度化众生啊。佛没有这个消失了一切现象，但是佛知道啊一切众生的根基啊，这个是什么样子，这个很多矛盾的东西，那个时候呢啊我们能够这个了解，能够理解得到啊，这样子，这个所以这个证悟是啊很重要。最后就是没有证悟的话，我们佛经上面的很多就是比较深奥的东西啊啊，都是说说而已，就根本就体会不到。嗯，好，这个就是，最后就是这个最重要了，就是说，成佛的时候呢，所有的啊闻思修心的这个习气啊也消失了啊，然后呢，贪嗔痴啊所留下来的这个习气也消失了啊。清净的不清净的这个就是从无始以来到这个成佛师地菩萨最后师地的最后一个瞬间啊，之前所积累的好的这个习气不好的习气一切啊在这个时候呢全都这个习气全都断除了，都不存在了，都消失了，都消失在这个如来藏光明当中。嗯，那个时候呢，就外面的这个一切也会这个消失的啊，也会这个消失的。就过去啊，印度有很多这个很出色的这个魔术师，嗯。他们的这个魔术的这个技术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我们曾经也这个讲过，佛经上有很多这样子的记载，嗯，但是他的有一个很小小的这个，比如说魔术师的一个咒语，他有些魔术呢是通过念咒啊，有些呢就是通过其他的这些一些这个食物啊一些物质。也就是像一些化学变化一样变出来的，嗯，但这些这个庞大的，比如说一个宫殿啊，一群人啊，或者是一群动物啊，这样子的庞大的现象啊，只要在他的这个魔术的咒语上面出现一些差错啊，或者是他的这些上面的这个技术上就出现一些问题的话
那这个，这个突然间，这个所有的这个魔术变化出来的现象啊，全都会立即会消失的。同样的，这个同样的道理就是说，要说什么，想说什么呢？我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不但是我们的不清净的现象，连清净的现象，都是一个习气，习气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习气，懂不懂？习气就是说，比如说，下雪的时候，地面上有雪的时候，还没有融化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雪上面，撒一点有颜色的东西的话，首先是看到这个雪地上面是红色、绿色的。 当雪融化了以后呢，这个颜色雪不存在了，这个颜色在地面上发现，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偷东西，这个偷东西的这个野造的野就是像雪一样的，那个时候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偷东西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呢，它是不存在了。 这个事情就做完了，结束了，不存在了，就是像雪融化一样。但是呢，它有一个能量，就是在这个，就是放在这个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有一个能量，就是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这个能量叫做吸气，这个能量叫做吸气。这个现象都是以这个习气产生的。当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习气结束的时候，全部这个清净的时候呢，那这个时间同样也会消失了，不但是不清净的时间消失了，清净的时间也是消失了，都是这样子。 那一切都消失了，有什么用呢？有什么学佛？有什么这个意思呢？学佛当然有意思了。那个时候呢，虽然是佛的执心当中，那我们翻过来问呢，那我们的现象当中有这么多的现象，有什么用吗？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呢，看到很多这个动物呀。 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世界呀，看到很多很多，这些有什么用吗？我们也得要想一想。这个是消失了，但是呢，佛要成佛，这个佛的最终的目的什么？就是度化众生，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呢，在这个当中，它就是可以这个人云自成的，所以佛的目标就达到了，自己就是达到了这样子的境界。 断除了所有的这个痛苦生老病死解决了，然后生老病死解决了以后呢，他把自己的这个心理路程，然后告诉其他众生，佛就是说他我怎么样断除了这些烦恼了，怎么样修行了，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这个就是传达给其他众生。 让其他人也就是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境界，这个就是成佛的这个目标，这个就是一样的这个大道了，所以这个是最后就是佛成佛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很深的这些佛经里面的这些道理，真正的修行人，就是我们佛教徒里面呢，也就是极少数的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才能够。 去向才能够去向这些问题，才能够去追求这些问题。多数都不是这样子，多数都是，就人天福报，就是学佛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能够发财呀，能够健康啊，能够这个工作顺利啊，这样子的话，他认为这个学佛就是跟我的日常生活有关系了。 因为他对我的这个现实生活有关系，所以这个佛法就是对我离得很近，很有用去学。就是刚才我们这种说法，他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离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有那么大的距离，就是完全是就是像两个这个世界一样。他很多人就觉得，不学佛的人就不说，学佛的人也就是。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就是暂时就没有这样子的必要啊，很多是这样子。但是真正的学佛就是要达到这个境界，这个叫做成佛，那这个叫做成佛。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呢？说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他所感觉到的是佛的这个坦诚那样子的话，佛的坦这个时候呢，佛的坦诚是应该是我们的心的对境对境就是这个佛的这个坦诚那这个佛的坦诚呢我们的普我们我我们的这个有漏的或者是说我们普通的这个意识它怎么有这样子的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是这个是凡夫的意识凡夫人的意识的对境怎么可能是这个怎么可能是佛的坦诚凡夫人的意识的对境应该是这个不清净的世界不清净的世界怎么能够有这个怎么能够有佛的这个坦诚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这里面就是说这个回答就很简单了，首先就是用一个我们共同承认的一个矫正来说明这个问题，也曾经也讲过这个问题了。现在是另外一个这个矫正，他说这个矫正就我们两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矫正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矫正是什么呢？这矫正是《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二转法论《般若波罗蜜多经》小乘佛教它是不承认的就是到现在也是，就是像泰国这一带的这个小乘佛教，小乘佛教怀疑大乘佛法不是佛说的大乘佛法不是佛说的。比如说我们藏文版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大乘佛教的经典韩文的大藏经当中有这么多的这个大乘佛教的经典他都否定了，他说这都不是佛说的，这都不是佛说的。那这都不是佛说，这谁说的？这是后来的这个一些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些学者，大乘佛教一些学者他们这个写的不是佛说的这个到现在他们是他们还持这样子的观点，到现在都是这样子。但是在大乘佛教承认大乘佛教的大乘佛教的这个承认大乘佛教的这个佛教徒当中呢没有一个是不承认第二转法论般若波罗蜜多经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讲这个用一个这个矫正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呢就讲了什么呢？是说凡夫人的这个意识，也就是自然就是菩提自然就是具备菩提的这个是他的原话凡夫人的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八识或者六识自然就是什么呢？自然就是意思就是说，不是修了以后才有具备这个，才具备这个菩提，不修的时候也是这个菩提自然这个意思。具备菩提，菩提是什么？菩提就是菩提就是这个佛菩提就是真正的这个佛真悟那这个当中这个二转法论当中也有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第三转法论，第三转法论里面这个一部经，这个这一句是非常出名的，在我们密法里面呢经常用这个矫正。这个四句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华严经当中。华严经的最后的
最后的地方，也就是华严经最后是在我们藏文里面，藏文版跟汉文版有点不一样。藏文版里面呢，华严经的最后就是我们经常现在念的这个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的最后的一品，但是汉文版就有点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是最后的，但这个就是在华严经当中，华严经当中讲什么呢？那华严经当中，释迦牟尼佛在天界转法轮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这个是说什么呢？说成千上万的这个世界成千上万的世界，比如说佛经里面就是讲最后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啊，用地水火红被毁灭了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有成千上万个这个世界啊，被这个火毁灭就毁灭了。但是呢，这个天空它是毁灭不了的，天空它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变化在这个太空当中，天空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星球就是这个宇宙它总有一天它是会毁灭的它是地水火红，以地水火红毁灭，但这个里面讲的是火比如说大火燃烧整个大千三千大千世界最后一成都不剩，全部都被烧坏了不存在了但是呢，这个天空它是永远都不会有任何这个变化，对它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影响这个就是比喻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呢？最后接着说自然本质就是这样子它就是说自然本质就是这样子的第一次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凡夫人就是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这个生死轮回生死轮回经历了无数个这个生死轮回但是呢我们的心的本性本性就是光明他说的是他没有说空性呢他说的是自然智慧自然智慧已弗然他的就是说自然智慧已弗然，已弗然的意思就是像天空一样自然智慧它永远都不会有生灭，它不会有这个变化在自然智慧上，自然智慧的现象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轮回它是有生灭，它是会经历了无数个这个生灭经常都是生生灭灭，但是呢，这个自然智慧已弗然，已弗然就是说像天空一样，它永远都不会有这个生命那这个是什么他说的这个自然智慧是什么？这《华严经》里面讲的自然智慧是什么这个自然智慧就是这个如来藏就是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在密法里面呢，这个叫做寂虚寂刀国，这个我们讲过了，寂刀国当中的寂，虚补的虚寂虚这个为什么叫做寂呢因为这个是万事万物的基础万事万物的本质，所以叫做这个积蓄，蓄就是因为是密宗的虚补，所以叫做蓄积蓄这个里面说的自然智慧已弗然自然智慧，华严经的一句话，自然智慧已弗然，就是说它就是说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有一个东西我们再生死轮回的话，也就是不受任何影响，永远都不生灭不毁灭的一个智慧，它不是说空性的，不能理解为空性，它说的是自然智慧智慧跟空性是不一样的这个智慧已弗然，就是说像天空不灭一样，它一直都是
啊，这样子存在的。这个就是说啊，那我现在说的佛就是这个佛，那、啊、那这个就已经成了吧？这个就是说佛啊，这个仙宗的《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么清楚了。这个就如果承认啊《华严经》的这句话的话，那我现在说的这个啊，一切现象即佛，我最后啊。说的这个佛是什么？就是这个佛。如果你否定啊，如果你能够否定这个的话，那就《华严经》啊也就被否定了啊。如果你不否定，如果你承认的话，那你承认这个的话，实际上我的观点你也已经承认了啊。就是我就是讲这个，没有讲别的啊，但是表达的方法不一样啊，《华严经》里面偶尔提而已啊。偶尔就是提啊，就这么一部经当中呢，就是一两句话，就是有些时候他会透露一些这样子的东西。仙宗就是这样子啊，就这么多的这个经典当中啊，他不强调，但是呢，他的骨子里面就是像，就是像的就是这，他要透露啊，偶尔就是要透露出一句两句这样子的话啊。那密宗里面呢，他是强调这个啊，然后呢，他就是抓。仙宗里面的这透露的一句两句话来证实印证啊我的这个观点啊，也就是实际上就是佛说，佛早就已经说过了，那但是呢你没有强调，你没有这个一个针对性的这个修法，没有一个快捷的修法，我就是提供了我这个里面就有针对性的这个修法，快捷的修法，我们的方法不一样啊，但是呢我们要达到的这个啊，目标啊，这个标准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佛啊。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仙宗里面啊，已经是说得很清楚了。那、如果你承认这个《华严经》的这句话的话，那就我就不需要再辩论了，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其他就不需要。只是我啊，这个密宗里面呢，它是讲的是这个，就这种推理的方法啊，推理的方法就是有特色的。就这个跟其他是不一样，他就是用这句话啊，他就是用这句话来这个矫正来啊，这个印证了。然后呢，密宗里面呢就讲得更清楚了，这个就不用说了。好，这一上呢比较广的角度去就这个证实一切现象都是。佛的这个坦诚啊，然后最后一个很简单的啊，他说，如果很简单很简单的话，也可以这样子，他说的是什么呢？无论是清净的现象或者不清净的现象，不清净的现象当中啊，包括我们的宇宙世界啊，还有众生啊，清净的现象当中呢，就是包括了这个佛的坦诚，还有这个最后就是如来藏啊。一切现象其实就是一个一瞬间的阿赖耶识啊，一瞬间的阿赖耶识当中呢，这些都包含了。他说这个就一句话，如果想一句话来这个表达这个意思的话，就可以这样子说啊，一切现象啊，不清净的、清净的，其实就是一瞬间的阿赖耶识上面，就一切都这个。包含了啊，这个实际上是说大圆满的。大圆满什么叫做大圆满呢？大圆满的意思，圆满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的啊，一刹那的这个心啊，一刹那的心，在这个一瞬间的这个念头上面呢，已经圆满了啊，机道果所有都在这个里面已经有了啊，已经存在了。不需要去寻找什么其他的东西，这里面该有的都有了，这个意思，圆满就是这个意思，大圆满啊。这就是说一瞬间的阿赖耶识上面都具备了啊，那我们就会想到啊，阿赖耶识上面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理解啊。如果说这个世界的一切万事万物一瞬间的阿赖耶识里面包括了，我们能够理解啊，但是佛的智慧怎么说阿赖耶识呢？啊，这个我们讲过了。佛的智慧啊，光明也是阿赖耶识的这个本质啊。阿赖耶识它是它的形式啊，它的现象。好，然后就是这个如来藏是它的
它的这个本体。所以啊，他说我们啊没有必要说这个天空它已经是天空了，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再去说这个是天空，这个是没有必要，它已经是成为这个，它已经新，它天空已经是天空了，这是一个比喻啊。除了天空以外，我们做任何用任何一个比喻都是可以。天空它已经是天空，它已经成为天空了，不需要再去说这个是天空啊。跟这个一样的道理，在我们的阿赖耶识的这个一瞬间啊，一刹那的阿赖耶识当中，清净的不清净的啊，一切都具备了。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的话，可以这样子啊。这个是这样对，还有八识啊，八识是怎么分别的呢？实际上八识是没有八识，眼耳鼻舌身等八识不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工作不一样啊，他们的这个作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分眼识啊、鼻识啊、耳识啊，实际上都是阿赖耶识，实际上这些都是阿赖耶识，然后。你我他等等的这些众生的这些分别呢，其实实际上是没有这样子的分别，这些都是我执，就是一种执着啊。这个执着打破了以后呢，这些界限全都没有啊，这界限都没有。这个执着这个执，这是一种执着啊，没有这些边界了啊。就现在我们认为是我他。之间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界限，但是这个是一种执着。如果有一天打破了这个执着的话，这全都平等了，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界限。通过这种我们通过这种推理的方法推理的话，是都能够能够证明一切都是这个佛的现象啊，是这个理论呢、理论虽然是一样的这个逻辑，但是呢，逻辑也有这个弱和强啊。我们世间的这个普通的逻辑，在我们的这个范围当中啊，是我们认为是比较权威的啊，比较有说服力的。但是呢，它跟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清净的现象啊，这个像八地菩萨的这种见解啊，这样子这个比较的时候呢，它是很弱的，逻辑也有这个强和弱的差别，所以通过这种逻辑来这个推理的话，我们很轻易的能够这个证明能够证明一切现象都是这个佛的贪嗔。一切现象是佛的贪嗔，这个叫做这个真称现象即是佛的贪嗔啊，这个论点就是这样子结束了啊，讲完了啊。那这个里面讲的是一切现象就是佛的贪嗔，这个是跟我们的修心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都喜欢修这个文呢，喜欢修这个本尊的修法，但是本尊的修法如果没有这种观点的话，没有这样子见解的话，本尊修法修了是没有用了不会起到任何的这个作用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是密法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这个观点的修法是什么呢？这个前几天讲，这个就是升起次第的修法，升起次第的修法是这个观点的这个修法这个观点是升起次第的观点这次我们讲的这个是升起次第的观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论点虽然这个荣僧班智达这个论点很简单不多但是呢，在我们尼玛巴当中这个经典是非常出名的非常出名，因为它的里面讲的虽然这个字不多，但是里面讲的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很出名的。我们还是要，虽然这个论点还没有翻译
也许堪布索达吉他们以后会翻译，但是目前还没有翻译。但是这次我们讲的是，没有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翻译啊，就是我们讲它的这个内容啊，内容上面呢，就没有什么缺陷，全都讲完了，啊，那这个是要，还是要这个个人复习啊，要思考啊。然后去这个修的时候，就是修生机次第啊，这个非常重要。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他们这是八年，冬天你别着冷，把雪仗借给俺们去玩弄着吧。这边做连着挖，做着修。